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》，并于当日起施行。香港社会各界表示，全力支持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和尽快实施。香港国安法的出台正逢其时，堵塞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漏洞，将为"一国两制"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强大支撑。香港过去一直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，那今天人大常委全票通过，有关的法律呢，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感谢啊，中央对香港我们在香港工作的支持。有了法律之后呢，关键呢还是要把这个法律呢执行好。那我希望呢，有关的执行机构啊，都必须把这个执行工作做好，香港社会呢能够尽快的稳定下来，使得香港市民，包括我们的年轻人，有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。国安法的通过，把香港在国家安全这方面呢，原来法律保障上的一个缺口，把它封堵了。这个呢，对于香港“一国两制”行稳致远非常重要。这个国安法把香港恢复到一个治安很好、社会稳定的一个情况，那这个呢，有利于外商来向这边投资，有利于改善我们的这个营商环境，更有利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。这方面呢，我们是充满期待，也充满信心。今天啊，全票通过了国安法，大家都非常开心，香港可以重新出发了。香港回归23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一国两制非常成功，国安立法呢就更加完善了一国两制啊，那么香港就得到长治久安，那我们香港的市民也就能够安居乐业。在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纪念的前夕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，具有历史意义。港区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主权，实现举报治乱，我们香港各界全力支持并坚决拥护，让香港恢复安宁，重新出发，发展经济，造福港人。港区国安法，这是中央处理香港事务的重大举措，是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坚持和完善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，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重要意义。我们深受鼓舞，坚定信心，这项立法合宪、合法、合情，有力推进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，有力保障香港市民享有的合法权益。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发表声明，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香港国安法。声明强调，香港国安法的出台正逢其时，堵塞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漏洞，为香港社会的稳定和一国两制的持续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。香港工会联合会发表声明，对香港国安法表示热烈欢迎和拥护支持。声明说，基于过去的安全隐患，香港国安法的尽快实施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，这对恢复香港社会秩序、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尤为重要，港人合法权益也能得到更全面保护，令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。国安立法可以稳定香港的市民、企业，对未来祖国的发展、文化、经济有更加坚定的信心，坚决支持国安立法。我想追逐一个立法以后呢，是香港社会一个稳定性，整个社会稳定，我们香港可以重新出发。这个对香港不管是企业好、民生好，我相信一个长期稳定是很重要的。大家是应该开开心心、安安全全来旅游，这个是最重点的。